硕果设计透过一材之交之现代语汇，为四十平宅邸注入沉稳温润底蕴，创造简约空间层次之美。入门借由格栅屏风化解开放格局风水疑虑，并规划大面落地窗景，使长形格局也能引入光线。客厅电视墙以文化石铺成，与餐区灰绿壁面相互堆叠出别致空间表情，并借由不同色彩与材质微缩场域间独立感受。主卧床头以进口壁纸呼应公领域的大地色彩，并借由灯具装点营造舒适睡眠氛围。硕果设计运用色彩计划成就四十平空间，使各处角落充斥大地杏色的温暖韵味，为屋主带来崭新生活体验。